阿士一姐薛影儿在清明节就推出了首支处女单曲 MV 一加一等于阿仪，得到大批网友支持啊！当中全民 baby 舞仲吸引到林宝玉、肥肠、无线小花刘玉儿等人赞住跳。阿仪的经理人林宝玉13号在社交平台上面留言，指阿仪的 MV 上线7日就突破100万人观看，仲叫大家继续支持阿仪新歌，又表示卡拉 OK 都可以唱得到啦。为了庆祝 MV 突破100万啊！阿仪打扮成美女与野兽的贝儿公主入主题乐园，大派福利答谢大家支持。点知阿仪就被乐园的保安禁止入场。原来根据乐园规则所示啊，16岁或以上的宾客是不可以穿着装扮服饰入场的。虽然阿仪就入不到乐园，但她散发的魅力仍然吸引到不少游客赞助同她合照啊。果然是阿仪不红，天理不容。其实在去年，谭家亦都在乐园入面换上黄色露肩晚装，同样偷鸡扮美女与野兽中的贝儿公主，还在社交网上表示真是很大胆，30几岁人还在这里扮公主。其实呢 cosplay 和岁数就无关的。看看索爆靓妈孙慧雪和仔仔都穿着疑似唐老鸭的亲子装入乐园玩，所以扮都要扮得有技巧。另外，如果阿仪 MV 有200万点击，有网民就提议说要阿仪穿泳装入水上乐园兼拍 dance version MV 啊，不知道网民的愿望又会不会成真呢？